不对，要找他的同伙，时间还得再往前些。啊，就他了。小青儿，学校难得放假，你不回家吗？不回，有什么好回的？这假期我就和你们一起赖在宿舍了。好吧，那一起来看看吧，这件奇趣模仿秀可好看了。对，这次主题是吃惊初代，你看。不看不看，我最不喜欢的就是初代，花里胡哨没点正经。好啦，别急了，青青，再着急你爸爸又不会去。跟他有什么关系？我都说了，别提那个人。青青，你的快递，快递来了来了，肯定是他同伙寄来的。这些是伟人日记一千天，影响文明的瞬间。这书写的还挺详细的，每个发明的准确时间都有记载呢。想不到我们青儿小仙女还是个历史宅呢。才不是呢，果然是爸爸那糊涂虫填错了收货地址。青青啊，快看，你爸又上电视了。不会吧，真有人不知道那些伟大发明全是靠偶然和运气才出现的？偶然运气这些词根本不能和严谨的科学挂钩。我可不一样，是最聪明的科学家嘛。没错，只要我想就没办不到的事儿。哦，是吗？比如制造时光机。小意思，我一个人就能把它弄出来。一个人造出时光机？这没人吧？老子混蛋吗？大骗子。你们等着瞧，我会证明给你们看的。我柠檬博士才是真正的。别在意，这肯定是节目效果啦。活该，谁让他瞧不起那些，不对，爸爸这么讨厌那些伟人，为什么还要买这些书？怎么又绕回爸爸那儿了？我不要看家庭伦理剧啊。一定有问题，我得黑进他的电脑看看。时空起点的方程式，难道他想破坏关键时刻来证明自己？这可是违反时空法的大罪啊！快接啊！像他那种只顾自己的人，知道那些伟大发明全是靠偶然和运气才出现的，只要我想就没办不到的事儿，根本就听不进别人的话。要是我反对，可能还会起反效果。怎么办？对了，要是有时光机，我就能赶在奇趣特工发现前阻止爸爸。可就我一个，这事根本不可能办到。总算入正题了。那是致敬初代。哼，有办法了，那就是奇趣特工队的总部。你可以的，青青，只有这办法了。喂，同伙呢？哇，记忆片段就这么多了？什么？小明赞队长，你的出去。没看见我在忙吗？奇趣。追踪信号有反应了，你干嘛不早说？那个，我刚才就……闭嘴，别解释，打你脚罚站。逮到了，伯朗，喊上侍郎跟怪力女，我们出动。我很困，我一年的假期都送你。交给我吧。哼，这次你们一个也别想逃。不在，不在，不在，奇了怪怪，博士不见了。你们博士难道出去了？绝对不可能了。彼得哥，对呀，你这么确定？因为博士超级宅，平时连丢垃圾都是我去的。根据资料，这叫有其宅女必有其宅父。我们奋斗找线索吧。快点。这是青青和柠檬博士的合照。改写0622。发现可疑情报，这是柠檬博士特别保存的一年前的日历标记。6月22，
0622，蒙查查，这天有什么特别的吗？当然有，那是博士的生日。生日？1年前6月22，青青。哦，我懂了，柠檬博士用时光机穿越了，而时间是1年前的6月22，也就是他的生日。啊！要是我没猜错，一定是那天他和青青发生了什么，所以才会想方设法回到那一天改变他。而青青就是得知了柠檬博士的部分计划，才会开始行动。这么说，要是那一天能改变，柠檬博士就不会搞事情，他不搞事情，青青也就不用去偷时间飞船，这样青青就能得救了。耶！隔壁，隔壁呢？什么？这也算弄出时空起点？嗯，改变不是关键时刻的时间，同样会造成时空起点。那又怎么样？特反对！青青不是你们的伙伴吗？快起！对，就算会制造时空起点，也要拯救我们的伙伴。对不起，我们这被发现的也太快了吧！平时我搞事，你们不也发现的很快吗？萌查查，我们能用时光机追上柠檬博士吗？没问题，不过启动前得花些时间调整。好，我们来争取时间。这次任务就是帮助柠檬博士改变那一天，不怕强敌，一起出击。坏家伙就喜欢把基地建在这种黑不拉几的地方，好脏！可可丽的可爱能量又掉光光了。狗狗师傅，乖，忍忍。小明，追捕时空犯同党这事，不用通知队长吗？这队长连续出动，肯定累坏了，就让他好好休息吧。区区小毛贼，有我们就够了。原来如此。哇，我也想好好休息。各小队注意，封锁所有通道，绝不能放他们跑了。不用麻烦，我们就在这儿，来抓我们呀！提本特烦队，好家伙，你们完蛋了！听着，我来喊口号。嗯，不怕强敌，去出击。我的台词。真是的，哼，出击。怪力女，变身了，敌人都跑光了。可小魔杖的可爱能量用光光。可可丽就只是个可爱弱小又无助的美少女而已。充电就充电，还可爱能量，还好我帮你带了。喏，移动电源，充满就追上来啊。好的，小明最好了。居然提前察觉到了在下攻击，不错。就这还不够本喵热身呢？巧了，在下一样。大狗狗，你这转头不行啊！看来在下高估了。什么？这一刀，你无处可逃。吸取一。隔壁的，没看到，什么都没看到，继续划水，继续摸鱼。我老，反正往你那去了，拦住他。好，收到，不怕什么来着？不管了，齐去出击，变身。变身差不多就行了，看招，梦幻泡影，通天拳套，金刚拳，通天火箭拳，连环发射，这到底怎么回事？嘿嘿，看下面。我的手，我的脚，怎么变成泡泡了？救命！抱歉，我的梦幻泡影可是无敌的。凯奇，又来梦幻泡影。凯奇，快醒醒！醒醒，我疼。
哦，艾尔，泡泡，那些泡泡呢？根据分析，这是敌人的精神系幻觉攻击。幻觉？这也太耍赖了吧！奇怪，梦幻泡影对机器人也有效的，唯一例外就是999队长。哎，难道？就现在，快溜！哦，还愣着干什么？快追啊！哦，我懂了。等着，下次再让我单独对上那大黄球探究。哼，想法不错，可惜这种战术，在下早有对策。嘿，东东，光系追踪，咯噔，咯噔，疼，好疼！逮到你们了，看齐，怎么办？东东，救星来了，时光机启动。情绪满满，可爱爆棚，魔法少女可可丽登场。坏蛋吗？哼，还想制造时空起点，我们追。